无肛症是指先天性肠道缺乏正常出口，以至于出生时胎便无法顺利由肠道排出。擅长小儿微创手术的陈云医师是台湾最早，同时也是唯一有进行小肠移植的医师。他为早产儿进行肛门成型术，使无肛症宝宝能自行排便，健康成长。知为人医，守护爱，邀您一起打造无肛症宝宝的顺便人生。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知为人医，守护爱》。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一般外科张全民。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影片哦，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在台湾每年大概有20多万的新生儿。那其中呢，大概有20000名的新生儿是早产儿，就是他们提早来到我们的人世间。那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缩短了，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有时候就面临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说他们的器官还没有发育得很成熟，所以他们可能会面临到死亡的威胁，或者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那有些疾病呢，就需要我们的小儿外科医师来帮我们的这些小宝宝手术，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成长，度过这些危险期。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云陈主任来到现场来为我们介绍，我们欢迎陈主任。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儿外科陈云医师。好，那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陈云陈主任来到现场。那观众朋友，其实我们陈主任除了是小儿外科医师之外，他也是我们台湾目前唯一的小肠移植的专家。那么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陈主任。那今天呢，陈主任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疾病，就是早产儿疾病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无肛症。那什么是无肛症呢？好，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那之后我们再回来跟陈主任好好的聊。早产系指怀孕周数满20周，但未满37周就出生的宝宝，只有34周多几天，早产宝宝就急着来到人间，体重只有1590公克，小儿科医师立刻送他到小儿加护病房，接受早产儿的照护。在台湾，每年约有20多万名新生儿，其中约有20000名是早产儿。他们得面临死亡威胁外，也因为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出生后经常伴随着各种并发症而影响成长。小儿科主任张守志医师安排早产宝宝住在保温箱中，避免失温，因为他的肺部尚未发育完全，而有呼吸窘迫的现象，借由呼吸器给予氧气，可以维持良好的血氧浓度，避免进展为呼吸衰竭。也因为进食量小，另外以点滴帮哺，给予点滴营养。除此之外，因他有无肛症合并会阴瘘管，无肛症的小孩容易合并有脊椎、心脏、肾脏、食道气管瘘管、肢体等畸形，因此也为他安排多项检查，发现他另外有心室中隔缺损。先看 X 光啊，他昨天做了，昨天下午做心脏超音波了，left atrial shunt像和 VSD， 然后有 TR， 然后肺高压有 moderate 到 severe。其实早产儿的一个照顾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照顾了，因为早产儿哈，他的问题各个器官都有可能出现啊，所以，主要要很多科的医师一起来照顾他。张主任与小儿心脏科医师、小儿外科医师评估后，决定先为早产宝宝进行无肛症的手术治疗。通常高危险群的一个孕妇通常生下小孩子有问题的几率是比较大，那与其生下来小孩子情况不好，那再来转送这个小孩子，其实应该是选择赶快运送到说有那个小儿加护病房的医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产及后续的一个照顾，这样照顾起来比较全面性。陈医师，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当中的早产宝宝，哇，听起来好像很复杂。那当时我们这位早产宝宝，您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哦，他那时候肚子有点胀，他虽然有一个瘘管哈，可是因为通得不好，所以解得并不顺啊。是。那再加上我们有做一些畸形的一些检查，包括像是肾脏、心脏等等。那所幸他大部分都没有问题，除了有一点点心室中隔缺损。嗯嗯。那另外就是下一步的治疗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哪一型。是。所以呢，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个这个瘘管摄影。是。那从这个瘘管摄影呢，他就可以找到这个耻骨联合到荐骨的连线呢。嗯。那我们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低位一点的无肛症。哦。所以当下我们就决定说，那应该要
因为肚子有点胀的，我们可以立即安排时间，然后来帮他做这个肛门的成型手术。是，那主任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所谓的无肛症？像我们看到这张影片啊，主任，像这些所谓的无肛症是像这些黑黑的一些是什么东西？那无肛症是指说没有肛门的意思吗？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啊、？OK， 那这些黑黑的其实是胀气啦，哈、那表示它通得不顺。那之所以我们还能因为无肛症嘛，可是我们却还能够打显影剂进去照相，是因为它有一个瘘管。那这个瘘管呢，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偏的，它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结果它往前走。所以它走到会阴部的前面去了。所以后面才是正常的肛门，但是它走错位置了。它走错位置了。原来如此，而且可能它很小，所以不像我们正常肛门可以把正常的空气排出去。对，然后所以它胀气，所以它就会胀气。是哦，所以这样这宝宝很辛苦哎，它就是会胀气，它没有办法大便这样子。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打算要帮他把这个移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是，那这样主任啊，这样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小朋友产生无肛症呢？其实确切的原因并不清楚啦，不过实际上是在胚胎发育的时候那个肛门也有一些基因在调控它、所以呢这些基因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然后就导致于肛门的发育不正常。那基因通常不会只管一个地方，所以它就连带的会有一些可能的并发症合并症，像是心脏啦、脊椎啦、肾脏或是一些食道气管、瘘管这样的一些合并症的可能。所以听起来其实是因为基因在胚胎整个妈妈的肚子里基因调控出了一点点状况，所以小朋友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出来。那主任，那像这样您刚有提到说无肛症，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无肛症？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要帮他做一个肛门出来。对，那所以确实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一些分类了哈。那如果我们以他的外观来分类，可能可以分为男生女生，然后以它的瘘管位置哈来看，它是一个会阴瘘管，好，那或是在尿道上面有瘘管哈，那高位的尿道瘘管哈，或者是瘘管根本就跑到膀胱去哈，所以尿道里面会有一些胎便哦。是，那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那女生的部分像是会阴瘘管啊，或是跑到会阴后面的一个前庭的瘘管哈，阴道的瘘管哈，或是更严重的像泄殖腔畸形等等。那这是以它的外形来分。不过如果以实际上手术的考量呢，我们会先概分为高位或低位这两种。什么意思叫做高位跟低位？高位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耻骨联合到剑骨的连线，如果比它高的就是高位，那比它低的就算低位。那只要是低位的，我们都可以考虑直接做这个肛门成型术。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可能就要先做一个造瘘口。一个人工肛门在这个肚子上面，然后再等它大一点的时候再去做肛门。那最主要是因为那个肛门真的功能是最重要的。对，要能大便，所以要能够控制。好，那这个很要紧。所以如果不是那么有把握，有时候宁可大一点再做。是。所以主任，那这样的话，所以您刚提到说手术的时间点就很重要了，好像说不同的类型或是不同的表现，它其实手术的时机点是不一样。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妈妈爸爸妈妈发现说宝宝有这样无肛症，那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开刀，还是要发现就赶快开？对，一般如果是低位的，我们会在发现后把那些就是其他相关的合并症确立之后就进行手术。就像这位廖小妹妹一样。是。那如果是比较高位的，那我们就会做一个瘘管，先做一个人工肛门先。那等到他大概过了三个月，有的到半年，然后再去好好的把这个肛门做出来，然后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功能性的结果。是哦，所以其实说还是要经过整个小儿外科还有内科医师的整体评估，然后来帮宝宝做一个最适当的时间点的选择。那其实像手术的话哈，你也可以从这个图片看哈，像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肛门，是看起来就是后来检查起来是一个比较高位的。是。那高位的我们就会用比较属于趴卧的方式哈，这样子的方式进去做手术。那像这个另外一个病人，那他是有一个位在这个前庭哈，就是后面哈一个会阴部的一个瘘管。那像这样会阴瘘管的是我们经过检查是低位，那低位有时候就比较可以用正躺的方式来做这样的手术。所以其实肛门听起来虽然是
一个小小的肛门，它听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哈。对，是。那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听了我们的陈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对吴刚症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影片呢，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说，到底我们的陈云医师怎么样来治疗我们的这位廖小妹妹？那当然，看完影片之后，我们回来再跟陈医师好好的聊。那他有两个问题啦，一个是肛门的位置太前面的，那我们会把这样的开口叫做一个瘘管。所以瘘管就是它应该开在这里，好，那就是正常人的应该是这样，然后肛门这样，它没有这个感觉。它是全部粘在一起。吴刚症是指先天性肠道缺乏正常出口，以至于出生时胎便无法顺利由肠道排出。吴刚症的发生率约4/1000至5/5000，根据直肠末端的位置，可以区分为低位与高位形态。小孩不是大人的缩影，其实小儿科的一个疾病属性啊、治疗方式啊、用药，其实跟大人是不太一样的，是需要小儿外科的一个协助。因为小儿外科其实他专门就是在开小儿科的刀，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经验会比较好一点。小儿外科陈云医师发现，早产儿宝宝属于低位型吴刚症并瘘管。陈医师在评估他的吴刚位置与瘘管开口位置后，为他施行肛门成型术。由于宝宝是早产儿，体重为1500公克，只有一般刚出生婴儿一半重，身体大小也只有一般小孩一半大，其组织结构细微，使得手术极为困难。陈医师借由高倍的放大镜，把瘘管开口由周围的组织分离出来，然后借由神经肌肉电刺激器，在骨盆肌肉群中找寻肛门括约肌的中心点，也就是原本肛门应该出口处，接着将分离的瘘管移到肛门括约肌的中心处后固定，然后完成手术。所以我们刚看到影片当中，您为我们的宝宝在开刀，不过可能观众朋友会发现说，你好像带一个特殊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OK， 那这是手术当中这个常见的一个高倍的一个放大镜啦。是。那因为小朋友很小那体重只有1500公克，所以那个每一个东西都非常的结构都很小，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放大镜，它可以放大到3.5倍，是我就可以看起来跟平常正常的新生儿差不多大，甚至更大来做这样的手术。是。那因为吴刚症的开刀蛮精细的，我们需要把它非常正确的定位到它应该有的这个肛门的位置。那除了这个电刺激器之外，借由这样的手术，你看我包括我们的团队都是带这样的手术在进行这个很精密的一个手术。不过这看起来就很像是我放一个望远镜在我的眼睛前面，对不对？看起来那长长的就像一个望远镜，对，所以可以把很远的东西、很小的东西看得很清楚，这样。对，这样可以让开刀更安全。是。那主任，那像您刚提到说，除了早产宝宝他很小啊，所以开刀起来说难度很高，因为它组织都很小之外，那手术有没有其他的困难度呢？就是我想是要找到，因为这个肛门最重要做好功能要好，对，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是。那像这个宝宝其实他本来的肛门的开口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有没有打马赛克打马赛克对，是。那所以他必须要移到他应该有的这个痕迹的这个位置。是。所以我们经过手术之后呢，把它移到一个正确位置，那必须要靠这个电刺激器找到括约肌的中心点。是。因为你如果找的位置不是正中心那大便也是不会控制的很好，就会大便失禁，就一直大便失禁。对 对, 對，是。哇，那小朋友很辛苦。对，不过小孩他现在开完是愈后还不错，今天最近才回到门诊，那他的大便一天大概2-3次，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样听起来好像开完刀就是不是开完刀就没事，还是说其实小朋友还要做一些复健的这样子的？OK， 那像这样的病人，他需要在术后有一阵子的所谓的扩肛扩肛的训练，因为那个伤口在肛门的附近有时候会结疤，然后就容易狭窄，所以在前2-3个月呢，他都需要一个扩肛的一个训练，就是要把肛门扩大。我们会教给妈妈教会她使用一根特殊的一个扩肛棒。是。然后一方面让肛门不会狭窄，一方面训练她的一个排便的反射。那只要这个排便反射做得好，其实后来甚至我们还会带上一些音效比方说要大便应该有的音效。那
这个妈妈就会在发出这个声音之后，那小朋友就顺利的大 便。哦，哇，这样让大便变成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对，那扩肛大概过了结巴反应之后，这个就不太需要再用了。肛门就已经够大，可以大便了。对，是。那主任，那像刚您提到说，一开始有提到说无肛症除了是因为基因的一些问题，那像无肛症除了会有没有肛门以外，还没有可能其他产生一些并发症这样子呢？无肛症所产生的并发症一个就是怕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所造成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啊，是或是有的是真的有这个气管食道瘘管，我们之前也遇过这两个都是大手术都得一起处理那这些的相关的并发症。那无肛症自己的话，我们最在意的一个是它控制大便的一个能力，是那第二个就是还是这个有没有失禁跟狭窄这样的问题。是所以其实说除了全身都要照顾好，除了肛门刚您提到的狭窄或是失禁，还要照顾其他全身的。对，哇，听起来整个照顾都很辛苦。那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陈主任为我们介绍说怎么样来治疗开刀我们的无肛症，那之后的复健过程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再回来跟陈主任好好的聊。他肚子不胀耶。手术后两周，早产宝宝的伤口愈合良好，小儿外科陈云医师开始给予肛门扩肛治疗，以避免管路狭窄，帮助早产宝宝顺利排便。所以他最近还有照片子吗？昨天照一张。那个 VSD 那个 Indita， 很多妈妈生下一个有一些缺陷的小孩子，譬如说兔唇啊、腭裂啦、那心脏病啊，还有我们这个无肛症的小孩子，其实妈妈都会内疚，是不是她在怀孕当中啊？譬如说她吃了什么药啦，或是说跌倒啦，反正就是有一些以前习俗传下来一个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没有科学根据的啦。现在的一个科技呢，就日新月异啊，所以很多在以往大概不可能医治的疾病啊，或者说愈合不好的东西，其实以现在来讲，大部分的生活品质啊，大概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在小儿加护病房医护团队的照护下，早产宝宝从1590公克成长到2300公克，能自行呼吸、正常进食，也能正常排便。张守志主任评估后，已经可以出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影片中，小朋友在经过这样团队的治疗之后，恢复的还蛮顺利的。那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整个再介绍一下说，像这样子的小朋友啊，在您这样治疗过之后是恢复很好，那他未来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那这样是不是让我们观众朋友知道一下小儿外科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妙手回春。是，那其实这样的病人要照顾不是只有小儿外科一个人的功劳啦。那整个新生儿科像刚才我们也看到影片中张主任他非常这个仔细细心的去照顾这样的小孩子，包括早产儿刚才也提到说有一些像是脑室出血啦、黄疸啦，或是其他的一些病变必须要注意的那我们都能够一起注意到，那这个宝宝也才能这样顺利的出院。那所以那他目前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心室中隔缺损的问题。那这个也在团队的心脏科医师的一起治疗下，那目前在服用一些毛地黄之类的药物，然后控制的还不错。那宝宝喝奶现在还蛮正常的，是，对，所以这其实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下来共同的照顾，然后能够帮宝宝能够做到最好。那小儿外科它其实是我们常说我们是仅次于这个心胸外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是蛮早就成立这个科，因为那时候战后婴儿潮，那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需求说我们需要一个懂小孩的外科医师而开始。那所以小儿外科真的是管得很杂就是不管是什么胸腔啦、肚子啦、肾脏、泌尿系统、甚至这个周边脖子等等软组织，然后一些肿瘤他们都看小儿外科的。你如果看教科书，你会觉得哇，怎么从头到脚全部都包了。那后来慢慢又分出去，像脑部的或是心脏的，我们会分到神经外科啦、心脏外科，那不过还有一些小儿骨科。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是小儿外科在治疗。所以我们大部分像这些畸形，还有像很有名的像胆道闭锁的疾病啦、先天性巨结肠症的病人那或是一些小肠闭锁，这都是我们很经典
也许发生率没有那么高，但是确实真的需要一个懂小孩的外科医师来处理。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像隐睾症啊，一些小毛病呢，他们也都会优先的去找懂小孩子的外科医师来处理。所以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是小儿外科是包山包海，包山包海，就是全身全包了，只要是小朋友，全部都是不是说只要是小朋友有问题，全部都要找小儿外科呢？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家长很辛苦了哈，他抱着小孩，然后走到这一科挂说不是哈，不是看他，那但是大概抱到小儿外科不至于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至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啊，是会有这样的好处，所以我们还蛮常小儿科只要遇到有可能要开刀的问题，都喜欢先问小儿外科。那小儿外科现在在台湾其实人非常的少，是整个台湾因为新生儿人数也减少，那相对的个案不是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常笑说我们就这五六十个，每次在开学会就是这些人嘿，那台湾每个小儿外科医师遇到我们自己彼此都认识，大概没有一个学会这么迷你又可爱啦又温馨，这样是专门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相处的是啊那主任，那像小儿外科像您听起来这样包山包山的话，到底是不是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刚您提到哪些常见的疾病，如果小朋友或是家属遇到的话，可能就要知道说可能就要来找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爸爸妈妈一些简单的一些 idea 建一些想法，知道说可能小儿外科我们常治疗的是哪一些疾病呢？那小外比较常治疗的疾病像是新小朋友的疝气，其实疝气手术因为小孩子的输精管血管都很精细啦，是应该我觉得让小儿外科来操作会相对的比较安全，是疝气。那隐睾症有时候蛋蛋找不到不见得找不到，我还蛮常遇到那个说找不到蛋蛋，是结果其实只是浮动性睾丸了，它有点伸缩性躲在上面，是那状况不一样，其实可以先让我们评估一下。那另外就是小朋友肚子痛是因为小孩后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很小的小孩，他其实并不会讲话，对，没错，只会哭，他只会哭而已哈，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哪里不舒服。对，这时候小外最好用了。小外科医师呢，他可以不管从他的哭的样子，从他的片子，他可以判断出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得了肠套叠，或是其他的问题。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还觉得蛮自豪的地方啦，就我们看得懂这个。三岁的小朋友结果是盲肠炎是所以有些时候肚子痛也不是很平常还是要小心这样是那当然刚说到一些新生儿的一些经典的疾病，像是胆道闭锁啦巨肠症啦这些，那以及我们最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一些短肠症的病人没办法治疗所以我们才会去设计出一个所谓的小肠移植，这样一路从无到有开发到现在可以做小肠移植。对啊，其实小肠移植真的是一个很困难很艰巨的工程为了小朋友打造一个肠道那观众，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陈主任来到现场，那相信刚听了陈主任介绍之后，我们对小儿外科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很感恩助人一手，感恩您的收看。肺癌是现今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两位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为什么都选择参加临床试验？转到骨头了，所以是第四期肺癌如果是第四期了，整体的这个存活其实可能都没有办法很长。临床试验是白老鼠实验还是癌症患者的曙光？下周一，智慧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临床试验知多少。